场上呢看到是老将陈宏文，这个时候上场投第九局啊，拿过来二垒滚地球，接球之后稳稳传一垒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变化球选掉，四外球保送，打高了啊、哦！但是这个的距离是谁要来接？是游击手吗？还是接住？哦呦，这个球接在掌心上哦、嗯，还是打高哇，都让强棒打了一个冲天炮，但这个位置捕手来接没有问题。所以呢，形成了第三个出局数啊。结果这个半局，待会来看九局下半。